超过30000名的良将，我为此感到特别的骄傲。当年也有过很多的梦想，说早上在巴黎，下午在伦敦，晚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吃晚饭。那时候我学英文最大的理想就这样，但是现在发现这个理想其实也是一种灾难。我去年一年在空中飞了870个小时，但是去年一年阿里人在空中总共飞了68万个小时，相当于77年的时间在空中。伦敦晚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吃晚饭，那时候我学英文最大的理想就这样，但是现在发现这个理想其实也是一种灾难。我去年一年在空中飞了870个小时，但是去年一年阿里人在空中总共飞了68万个小时，相当于77年的时间在空中。谢谢大家的付出。18年以来，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大家，从18个人